大家好，我是 Dr. King 啊。我今天在哪里呢？我在青山道一个工厂大厦的天台。这里当然是很宽敞很空旷，但是这里呢原来是危机四处的。在我后面这个窿窿呢，大家可能不觉原来是一个天井来的，一个不觉意就由这里上一楼跌落地下的了，很危险的。作为工程人员呢，经常要去这些地方，其实我们身处的地方非常危险，所以呢我定要几个人一起上来啦。第一，第二呢，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小心，不要妨碍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当然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呢留意一下这些天台呢，如果有工作人员需要上来做事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给到一些防护设施他们，我们一起做好他。你说好不好啊？我多多谈啊，多谢了。